去左去右，将身体融入呢个节奏。Come on, come on。你哋好，我系关楚耀 Kelvin。今次喺《喜爱夜蒲二》里面咧，我就会同连思雅有一段有激情又浪漫嘅爱情故事。大家记住支持由 DMA 举行嘅《喜爱夜蒲二》澳洲首映礼啦！另外，各位澳洲嘅朋友，如果想见到我哋嘅，一定要同我哋一齐蒲。